书第十六章，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198页。林前第十六章第九节找到了，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节。一、二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好，咱们一块儿读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这2天的聚会，将你的道不住地赐给我们，如同以色列在旷野得到玛拿一样。今天你将你的道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我们不愿意做小孩子，我们乃愿意长大成人。你也愿意每一个儿女都长大成人。你愿意我们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你愿意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里成为你所使用的儿女。谢谢天父，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了我们的聚会，赐福了我们的聚会，保守了弟兄姊妹的心灵，将你的道不住地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道上扎根，不在人的话语上扎根，也不在鬼的话语上扎根，只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才有功效。今天你何等的希望每个儿女都能遵行你的话语，有了你的话语又去遵行的，这人就是爱你的人。今天我们都愿意遵行你的话语，求你将你的话语都解开，发出亮光，使愚人得以通达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今天在你道上扎根，使我们的心完全交给你。求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，求你亲自使用你自己的瓦器，借着你的瓦器赐福你在座的每一个儿女。阿们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阿们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果效。这是第三点，使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。这个门宽不宽大？宽大。宽大，又有功效的门，这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现在已经打开了，是不是？反对的人多不多？一定会多的。如果这个门没有功效，开了也没有用。有没有功效？这个功效跟这个果效是一样的。有果效，有功效，所以反对的人多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。这里面说，第一是开门，开什么门呢？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。第二点就是反对的人多。反对的人多，一开门就有人反对，这门要没有功效就没有人反对，是不是啊？今天你听见这个道有没有功效？你听见这个道了，和过去牧师长老给你讲的道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他讲的道是叫你靠肉体成全，我们讲的道叫你靠什么呢？靠基督，靠信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段经文说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开了一个什么门呢？有功效的门。这时候反对的人自然就多了，多了对弟兄姊妹也是一次试炼，越多对你越是试炼，看你今天你的信仰有没有根基。神要借着这些反对的人也试验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，对不对？你的信在哪里头？这一个信字上帝要不要试验？接着别人反对
有许多人没听见我讲道的时候，别人给他介绍了，他上网上去找，一找一看，有许多人攻击王一浩，马上就不看了，把电脑一关不看了。他原来就没有信这个道，他看见攻击的人，他也没有分辨，所以他只要看见攻击的，不管是东方闪电攻击、安息日会攻击、家庭聚会攻击、三字会攻击，只要有攻击的，他马上就不听这个道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攻击保罗的？有。有没有攻击耶稣的？有。有没有攻击摩西的？有。有。有没有攻击彼得的？有。都有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眼睛盯睛在攻击上，还是盯睛在这个门是宽大又有功效？你盯睛在什么地方？这救恩的门有没有功效？那么这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这个地方讲的是宽大，是不是啊？又有功效，跟圣经的话不矛盾了。这门你要进窄门，这个地方是宽大又有功效的门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十三节，这两段经文是不是矛盾？一个地方说是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一个地方告诉你个进展的，一个是窄门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一个是什么门？宽门，十三节，找到没？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，找到，咱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。一二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句话，窄门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这宽门是谁说的？保罗说的。在这里头就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宽门，一个窄门。耶稣叫你进窄门，不让你进宽门，因为宽门是谁进去的？灭亡的人。窄门是谁找着的？引到永生那群人找到的是窄门，是不是？这里面窄门是指不容易发现的意思，这个门很不容易，人看不见这个门，但它有没有功效呢？它是不是宽大的呢？这里的宽大是代表在基督里自由了，这里边的宽大是代表着什么？有功效的意思，代表着有果效的意思。那里边的窄是不容易发现的意思，这两段经文不能把它给矛盾化了。如果矛盾化了，耶稣讲的话和保罗讲的话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保罗讲的话是宽大有功效的门，耶稣讲的是窄门，你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什么？宽的，路又是怎样大的？是敞开的一个地狱的门，那个宽门是讲地狱的门，那个窄门是讲永生的门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的人多，是不容易被发现。这救恩容不容易被发现？这救恩你们从前也看的这本圣经看没看过？看过了。发没发现这个救恩的奥秘？没发现了。这说不容易被发现的叫什么门？窄门。容易被发现叫什么门？宽门。那么引到灭亡那门是什么门？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门？窄门。保罗所讲的意思跟这个意思完全不是一样的。保罗讲的意思是讲这个救恩，他是只要进去了就得以自由，谁要得到就得以自由，所以他是一个讲从救恩这角度，这是不容易被发现，这是讲的有功效有果效，是不是啊？在人身上会产生果效的，产生功效的，不是一个，他俩讲的不是一个一件事，不是一个方向。往地狱里进的人多不多？往天堂里进的人少不少？
但你要一旦得到这个，一旦明白了，大伙都唰唰唰都进来，因为一旦明白这个旧恩，这个旧恩就不是呢狭窄的，它是什么样的？宽大的，进去了，它就很释放的，它就很轻省的，它就很容易的。这是讲救恩很容易，不能捆，不是捆绑人的。但律法是不是捆绑人呢？但现在呢，有多少人现在反对这个救恩呢？有多少人现在咱们讲的救恩，领受的救恩，有多少人在大肆的反对，大肆写帖子在攻击这个道？其实不是攻击王一浩，是攻击这道，所以它是个有功效的。提摩太前书一章，咱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啊。找到没？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在哪立章程？信上所立，在信上立章程。什么叫在信上立章程呢？这章是什么？文章。文章在哪里？在信上立章程。程是什么？程是什么？这有个章还有个程呢。程是不是工程？文章和工程就是字面上的和真正建造的都是在哪？在信上。谁不在信上立章程，那他就没有果效。只有在信上立章程才有果效。今天这道不是吹牛吹出来的，上帝漠视的这个话语就叫你在信上立章程。我离开了信就没有办法产生果效。那么这个信必须是真信的，不是外在模仿。信不是外在模仿，对不对？信不是学来的，信不是看别人信我也信，但那信是伪装出来的，那么它不是真信就没有果效。在信上立章程，宽大就有功效的门，必须进到功效里头，这门必须进来。这门是什么门？救恩的门。进来它就有功效了。从前你看圣经你看不出亮光，现在你看圣经看出亮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进入救恩的门了，是不是啊？当你一旦进来，你马上就感觉到这个豁然开朗。牧师也跟你讲，你不感觉到豁然开朗，是不是啊？那些个三字会的那些个讲道都跟你讲过，但却没豁然开朗，就是因为他没把你带进救恩的门，都在哪里头？都在哪里转？都在肉体里转。好，咱们再看一节经文啊，找到没？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，找到了，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一节经文，读到第十二节，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，一二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。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的灵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都在哪儿见到？都在恩上见到。前面说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
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。你现在蒙没蒙招？神招你的，蒙招了，是不是？还得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。配得过是什么？你蒙招了，还要在你身上见到你所羡慕的良善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招你是不是要行善？是不是要行善？是。上帝要招你行的善，是地上的善，是天上的善？天上的善。那么今天上帝招我们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为行善。你们原是为死而蒙招的，对不对？这行善是什么？要领许多人归义。是不是要领许多人归义啊？要使用你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要把你招出来，招出完了使你能够行善，这才能够与蒙招的恩是相称的，配得过所蒙的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配得过呀，所蒙的招，你能不能配过？这里我不是我自己努力，不是我自己咬牙切齿跺着脚的使劲儿，不用你使劲儿，他能够成就你所羡慕的良善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他能够成就这件事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要预备叫我们行善，领多人归义，你才能够配得过所蒙的招。他招你了，这不是终结点，不是结束了，是不是啊？他把你招出来了，还要在你身上成就良善，好配得过所蒙的招。这句话能听懂吗？招你，然后还成就良善，不是招你就是结束了，招你你不就重生得救了吗？招你你不就称义了吗？你称义不是结束，还要叫你通过你领许多人归义，这就是上帝在你身上给你的托付。弟兄姊妹，假如你不传福音，你不是被上帝使用的，他把你招出来，你重生得救的时候把你接走，他为什么还把你放在地上？把你放在地上这一段时间干什么？这段时间干什么？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。用什么成就？看这段经文啊，第十一节，这里面说：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他用大能，你用信心，这是第五点啊。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工作，又提到功夫了，听没听到功夫？又提到了。别提功夫，刚才我讲的功夫是啥意思？有许多人把这功夫给改成什么呢？功夫，中国功夫。这功夫和这功夫是不是一回事？这功夫是我有武术比别人打得更好，我拳击比别人更好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叫这个功夫。我有功力，我会打，这叫什么呢？武术上的功夫。我们这功夫就这功夫，是不是时间？然后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，他用什么？神用什么？大能。大能，是不是大能啊？成就。能不能？神看你是不是用信，你要用信，他就用大能。你羡慕羡慕耶稣基督所行的良善，
你羡不羡慕彼得一讲到5000人悔改，10000人悔改，羡不羡慕？真羡慕假羡慕？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？你要不要被神使用？你要不要成为基督的精兵？你要不要成为耶和华的勇士？你要不要成为耶和华的战车马兵？愿不愿意？你羡不羡慕？这上面说羡慕的良善，你羡慕证明你没有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你不能装，你一装出错了还不能装，还必须得成就在你身上，还必须你成为行善的人，但你还不能装善，你这一装善变成假冒为善，跟犹太人走一条路，神还要使用你，神还不用你装，保证叫你配得过所蒙的招。你配不配得过？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是。配不配？配。神保证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。这句话在哪？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，你看他用大力，你用信心他才用大力，他的大力在什么样人身上发挥，他在什么样人身上成就，你所羡慕，你这边还羡慕，但你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，他肯定还要给你成就这个良善，但用什么成就呢？用大能，神的能，神的神能，能在什么样人身上？信的人身上，必须是一切因着信得救，是因着信得荣耀，因着信得赎，因着信一切因着信，这个人上帝才把这个大能施行在他身上。你说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好，还是不合用的器皿好？贵重的器皿好，还是卑贱的器皿好？贵重的器皿好。你今天是贵重的器皿，是卑贱的器皿？神要叫你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你愿意吗？得经过你同意，你不同意他绝对不能给你成就，你信不信？你得同意啊。他说我要给你成就，用大能在你身上成就，但先决条件是你必须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对不对？不在信心上见到神，绝对不能在你身上施展大能。这句话听懂了吗？施展大能，哪个施？哪个展？施展大能，神要在每一个信的儿女身上施展大能，神要在那些以色列面前施展大能，是不是要施展呢？这个能力是在信的人身上施展，这是先决条件。你说我不信，他在你身上就不发挥，不施展他的大能，他要用大能成就，不是你要行善，是他要在你身上建立良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肯定是个行善的人，上帝招你就是为行善。第20节找到吗？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连你想都想不到给你成就了。但这想不到的给你成就这个良善，是建立在你的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呢？哪个功夫？你这一段时间，你得救以后这段时间，就这段时间，不管他是试验，不管考验呐、苦难呐、逼迫呀，各式各样的百万的时间，在这里这段时间，你合格了，考试合格了，你仍然是凭着什么呢？这一切因信心。什么叫一切？这一段时间不一定他给你一样的时间，是在百般的，是不是啊？时间，
在这些百般的事件中间，仍然是凭什么？神说合格过关了，他就用大能在你身上成就良善，与你顺服啊。这信心是顺服的前提，是不是？在哪里顺服呢？就在这中间顺服。行不行？愿意不愿意？愿意。你自己跟主说，你说我愿意。你自己跟主说，你说我愿意被你使用，不是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不算话，不算数，是不是啊？得你自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被你使用，被你大大的使用，大有能力传讲天国的福音，领多人归义。我好像天上的发光，像天上的星一样，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，如同什么呢？太阳的光一样。是不是啊？你是光体呀，那肯定得发光。发光不是你做光做盐，你要做光做盐错了。是不是啊？这生命是人的光，主的生命是不是人的光？他在你里面要开始工作了。把圣灵放在你心里，就是借着你的信，他要在你身上工作，要成就你所羡慕的良善。你肉体有没有良善？没有。你肉体有没有能力？没有。你肉体有没有智慧？没有。你肉体有没有公义？没有。都没有啊。你肉体贫不贫穷？没有。一切丰盛在哪里？基督里。他要在基督耶稣里建造你，基督里就是加工你的加工厂。被召的人都放在基督里，在这里要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加工你，基督里就是加工你的加工厂，他把你加工成为一个合他喜悦的零部件，然后安装在主的身上，使你成为这个整个这个机器的一个零部件。但神能招的，神能这么成就。神在成就的时候问问你愿意不愿意，就像受洗的时候问你愿不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你说愿意才给你受的洗。你不能问王浩我受洗行不行，你不能这么问，你这么问你简直难为我，我怎么回答？现在这么问我的人多的是。王弟兄，你说我该不该受洗？这件事应当问谁？问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今天要被神使用，我问谁？谁？我自己去问神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羡慕善工，好不好事？好。这件事是好事，但你必须问神，你跟神之间有对话，好不好？等你同意了，神说你同意了，真同意吗？真同意了。我考验考验，看你同不同意。一考验，你也同意了，在患难中你也欢欢喜喜。好了，成功了，你就是上帝使用的器皿，那奖赏大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光重生得救，他没有奖赏的。他光重生得救，光能进天国了，但下面还能。赏赐呢？寻求他的人，神赏不赏赐人？赏赐什么样人？寻求他的人。你是否是一个寻求神的人？是。你还是今天听也可，不听也行，一天五迷三道的，是不是啊？迷迷糊糊的，晕头转向的，对救恩清不清楚也不在乎。对自己生命长不长大也无所谓的，这样人上帝使不使用他？不会使用这样的人。神使用什么样的人？在圣经有几个字，忠心有见识的什么人？仆人。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，又忠心又有见识的，不是光忠心。那么光忠心没有见识可以不可以？见识从哪里出来的？
经历中间出来，对不对？经历中间才能出见识。咱们今天就都学习聚集不详啊，莫心纳干，俄国造的莫心纳干，聚集不详，前苏联造的莫心纳干，都学习，都在书本上学到，也看到那个枪了，但从来没摸到那个枪，就光学习怎么打，600米怎么打，100米那个标尺多高。什么600米标尺多高？他都教给你了，教给你这叫什么呢？知识。但有一天了，弄一个靶场，其实一个人发一个莫辛纳杆的狙击步枪，上面带瞄准镜的，一个人发一个，现在要干什么了？实弹射击是不是啊？实弹射击是不是真正摸到枪了？这个实弹射击往哪打？往靶上打。你是否能打准，就看你平时所学的这个知识能不能够应用在实践中。应用在实践中，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就积累了你的经验，是不是啊？就积累了经验。那么一点点，这个枪人合一了，你拿这把枪跟你合一了，你怎么打都准，你怎么瞄准都能准，因为他跟你已经合一了，不是枪是枪，你是你，一拿个枪就哆嗦了，哆嗦差10毫厘，那么那命是多少？就千里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弄哪去了，哆嗦，枪上子弹没打出去呢，抖动了，身体抖动，是不是啊？但教练教你的时候，他教你抬枪的时候，你的手要平稳，天天练的臂力，手要平稳，而且是屏住呼气，在一瞬间的，是不是激发扳机，啪嚓一下打到十环，再打一枪又十环，再打一枪又十环，是不是啊？下面紧接着不打靶了，你打的太准了，不打靶了。天上的飞鸟在那飞，看计算它的速度，然后呢打前量，是不是提前他看他的速度是多少，按照速度来计算，心里就有计算，我怎么打才能打到他，他往前跑的时候我打前量，他往这么跑我打嘴尖，他往那么跑我打他爪子，最后百发百中了，行了，活动的木也打了，靶也打了，心态也好了，完了什么都好了，最后把你，今天咱们就开始一场狙击战，跟谁打？跟日本鬼子打，好不好？就把你猜到那个地方就隐蔽起来，第一保护自己，这都是平时学的，先把自己隐蔽起来，在那地方一动不动的就等着日本来，带着兵就来了，就打那当官的，他在马上骑，蹲的蹲的蹲的，这就看你平时积累的经验。他蹲的你的枪不能蹲，你的瞄准，并重武器，啪一下，正好他蹲的蹲往上蹲的时候，你打了他脖子，你别打他头，你打他头一蹲的蹲，蹲就打空了，是吧？打脖子，蹲，正好打他头上去，这是平时你积累的，叫什么呢？见识，真正叫你见识，在场上见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要不要见识？要钱，我们都是精兵，我们都是主选定的精兵，上帝今天要把我放在实践中间，实践中间在哪？百般的试炼中，各式各样的试炼，然后再给你成就，是不是？你先受苦难然后再成就啊，是不是先受苦难？一会儿咱们再看啊。第20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神能成就，对不对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你不能成就，神给你成就，好不好？你信的不就是神吗？你信这神，我就相信他能给我成就，你这样的信就在你身上就起果效了，
圣灵就在你身上，就成就这件事，成就什么？你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，对不对？神呢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通通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他要得荣耀，在你身上得荣耀，在教会中间得荣耀，对不对？他能成就，在什么时候成就？在什么时候成就？彼得前书第五章，他会患难以前，患难以后。他成就是，你先有患难，是先跟你成就。怎么知道？这个经文对不对啊？咱不是凭空想象，这是拿经文。先患难，然后跟你成就大，大能成就所羡慕的良善，就产生果效了。好吗？那有的人就是从信耶稣那天开始，他就祷告主：“主啊，别给我患难，我不要患难。”你这样祷告了吗？祷不祷告？主啊，我不要患难。主啊，一点患难别给我。主啊，你要给我患难，我跟你掰脸。主啊，你要给我患难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就是不给患难不行啊，没有患难不能生忍耐，没有忍耐不能生老练，没有老练不能生盼望，没有盼望不能，你不能怎样呢？就不能够得荣耀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患难，上帝不会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，你只有你自己的肉体里的爱，那爱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把无限的爱浇灌在你心里，行不行？好，咱们看这节经文。第八节，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，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是不是所有的弟兄都这么经历啊？越过这么经历了，能不能成功？这果效会不会产生出来？下面说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是之前是之后？那你说，主啊，我不要苦难，也就证明你不要得荣耀了。有没有这么求的？有没有？你看，有没有苦难的？感谢神，赞美主！一来苦难的时候，就开始埋怨神。会不会有这样的人？他就不知道，这上面就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他必要亲自成全你们。还怎样？坚固你们。现在还怎样？成全了。这就出果效了，就有力量，有力量就有果效了，是不是啊？有能力了，传道再也不是凭自己的嘴说了，自己的嘴都磨干了，传一个人你也不信，你就去吧，你就上教会拉着扯拽他回去。等你有能力了，不用拉，不用扯，不用拽，他自动来的，你只要一传就有人相信，这是什么？能力是不是啊？权柄，这是在你身上得荣耀的，神使用你了，把这一切大能大力成就在你身上，用他的大能大力成就你所羡慕的良善。你开口将有五千人悔改，你再一开口将有一万人悔改信耶稣了，你说你还用去种地吗？你还用卖馒头吗？啊，你还要卖馒头吗？你说上帝会不会供给你的？你想过这件事吗？想不想过？你说有人都怎么说？
说完，那你是被神使用的，那神攻击你，那我们神不攻击我，哎，啊，摩西就神就攻击摩西，不攻击你孙子。你是说话，你这说话不在哪里说，不在信心里说，对不对？你乃在凭眼见呢。你告诉我，摩西是神使用的，约书亚是不是？是。约书亚是不是也是？加勒是不是？是。米利亚是不是？亚伦是不是？拿达亚比库是不是？利未支派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以色列全部会众是不是都是上帝的百姓？是。上帝光叫摩西活着，给他供应，给不给以色列全会众？给。天上掉马拿指摩西自己捡吃吗？啊？鹌鹑只有摩西自己吃，还是全会众都吃？你别想那些了哦，你想的那些本身就是出于你自己的那个情欲来的，好不好？我总是劝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，我总是这么劝，你只要今天心归向我，你一切所有的上帝都包圆了，都包下了，你信不信？绝对不能叫你饿死，绝对不能叫你渴死。以色列在旷野是饿死是渴死的，怎么死的？被一顽梗打，是不是？是被一顽梗，因为不信呢。过红海那时候他信，在红海边上开始跳舞信，等遇见环境不信，所以他的信是建立在安逸的环境下，建立在神迹奇事上，只要没有神迹奇事就不信了。你的信建立在哪儿？眼见啊，还是建立在信心上？信心是不见，不是眼见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巴望着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有这样的信心。他要先怎样的？这段经文就这么说的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兼顾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永远。给不给你力量？他叫你传道，不给你力量拿什么传？是不是他叫你传的？对不对？那么他叫你传道了，他让你饿死了，你会这么做吗？神会不会当你传道的时候饿死了，叫以利亚饿死他？你不祷告吗？你祷告完了降饥荒，把你也饿死。以利亚被没被饿死？没被饿死。渴没渴死？你能不能渴死？现在就怕，就为这个怕呀，有很多的怕，有很多的担忧，是不是担忧？对不对？我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有许多人为这担忧。这些耶稣告诉你不要犹豫，犹豫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怎么总在这里犹豫呢？在这里犹豫，你为谁犹豫呢？这不包括是自己下的蛋，净干些徒劳无功的事儿。你说你天天那么犹豫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眼见上，建立在眼不见上。眼不见，建立在眼不见上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际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对不对？等你再受苦难之后，它是之后，不是之前。嗯，假如上帝给你苦难，你会怎么样？要给你苦难，证明他要使用你，对不对？要不给你苦难，说明他不使用你。当他不使用你的时候，说明你的心智没预备好，这时候你就下到世界中间忙碌去了。神的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，必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一切必须因信心做成的功夫，好不好？好。再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在信上立章程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。
五章。从第五节开始看，第五章的第五节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。怎么还等？咱不称义了，怎么还等候所盼望的义呢？这称义，我今天已经称义了，不等于结果。这个是义在你身上结果的。诚意是不是基础？你现在成为诚意，诚意，诚意只是结果，还有结一果。这一果就是什么？结成一果。结不结一果？我们看雅各书，雅各书在希伯来书后面，希伯来书的后面啊。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找到没有？雅各书三章第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这是前提哦。下面说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什么果？义果。刚才说这句话就是结出果子，结出什么果子呢？义果。等候所盼望的什么呢？义果。我称义的，这是前提。大家称义的基础上，最后结出果子来。耶稣有没有说你要结出果子来？有没有？约翰说不说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，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，你真正的心就会产生出结出果子来。结出什么果子？圣灵所在你身上先结什么果子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还结什么果子？还结什么果子？福音。最后在你身上结出福音的果子，你一传福音就有人信。这可绝对不是你自己故意的，而是他在你身上已经结果子，只要你一传福音，你一开口就有人信。我天天就为自己，你怎么传福音？因为你为的是自己，你怎么传也没有人相信，原因是因为你整个服侍的对象是你自己的肚腹，不是主，对不对？当你服侍主，等候神在你身上成就你所项目的良善，最后结果子了，那个结果子才在修理，那不结果子不修理，直接拿下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看约翰福音，结果子的他才修理，不结果子他用不用修理？用不用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，那结果，这个结果一定不是结坏果，是结好果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刚才我查那个那假先知都全部装出来的，这里边是没有假冒的。爱不是假冒，信不是假冒，望不是假冒，所有他在他身上所结的果都不是假冒出来的，是真正的他等候所盼望的义，结出义果子来的。神正是使用这样的人，找到吗？第十五章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还属主，还不结果子的，怎么办？没有说修理修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结果的枝子？你要不是结果枝子，早就把你剪去了。还属主，还不结果的，
什么收主？凡是我不结果的，说不结果，还收主还不结果，这就说明他根本不想羡慕结果子，也不羡慕被神使用，也不羡慕圣功，也不羡慕今天做基督的精兵。这样人还收主还不结果的，就得怎么办？是不是检举啊？直接就检举。但要结果子呢？凡结果子的，他就怎样？修理干净。这个修理干净是指什么？你看，从树枝的，就是果树上那个，到春天的那个果树园，就可以就拿果树剪子就开始剪。不剪枝行不行？不行的。不剪枝，那些不结果的，它会吸收养分的。吸收水分，吸收养分，就把那结果子的给耽误了，那果就结小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结果子更大、更好、更多，那么就得把那个不结果的枝子给它剪掉。你看看今天重不重要？你不是单单得救，你还要结果子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结果子的，他不是就直接叫你结果，你看你这个。这上面有芽包，那个有芽包的是不是就是花？能开花，能开花证明它就结果。那把旁边那些东西都给修理掉，它还要修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修理脾气啊，哪个修理？是不是这个修理啊？这个修理是什么意思？剪枝的意思，就是把它旁边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给它剪掉。这是代表着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是属主的人，还能结果子的人。上帝今天把旧的东西、情欲的东西、肉体的东西、旧事的东西全部给他除掉、脱掉，卑贱的事都不能留在我们身上，留在我们身上就没办法被神使用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先前就眼开了。上帝就把那个贪心给他拿下，你有这贪心，你能得救。我再说，不是再说一遍啊，你信耶稣了，重生得救，你肉体的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了。但今天你要不羡慕，就在不好里活着，你能不能得救？能得救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拿掉能得救，但你没有资格被主使用，没有资格得荣耀，不能。被主使用，是不是啊？也不能借着被主使用得奖赏得冠冕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能不能得奖赏？有没有奖赏？不能啊，不能得奖赏，不能得什么？不能得。冠冕，就没有荣耀了、不能得荣耀。不能得荣耀，不能与主同作王。能不能得救？能。这个得救是怎么得救的？仅仅得救。听明白吗？你可以说，主啊，你不能使用我，我不想被你使用。但你真重生得救了，你信前面那个得救的救恩，信准了，你能得救。但上帝说，你不让使，不用我使用啊，好吧？借个疾病，请你走吧，离开这世界吧，因为没用了。听懂了吗？直接剪掉吧，没用了。那结果子他修理干净，修理干净时，枝子结果的更多，是不是提到更多呀？耶稣盼望一个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。
基督徒，使他结更多的果子，希不希望？希望。那么今天你养儿了，十岁的、两岁的不懂事，十岁不懂事，十五岁不懂事，二十岁不懂事，三十岁不懂事，教他点什么事他都干不了。你说告诉回去上银行去取一万块钱，他干不了。这样的儿子，你告诉我，是聪明儿子还是愚拙儿子？哪一种呢？你家希不希望养个儿子，养个傻儿子？哦，哦，爸，啊，这什么儿子？傻儿子，四五六不懂的，是不是？你喜不喜欢这样儿子？糊涂无知的，四五六不懂的，这就是傻儿子。你都不愿意，那么天父愿不愿意他生一个傻儿子？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不愿意。他愿意你不单得救了，而且他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且他要使用你。但你今天你光是一个枝子，也有绿的，也有生命，但最后被剪下来。真正属神的人，他是被神使用的人，那么神就开始在他身上进行修理，是不是修理啊？要修理干净，是不是啊？往下看啊，使枝子结果就更多。你看，这涉及到更多呀，不是单单结果，而是结更多的果子。这就说明，天父希望所有的属于他的儿女多结果子，这才是上帝所要看见的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，光干净了行不行呢？咱没罪了。哎，咱不用守律法，咱不罪了，脱离罪恶，光这样行不行？够不够了？够了。干净了吗？没罪了吗？你告诉我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够。咱这生个孩子就这么大，生下来一下掐死他，够了。生下来掐死就完事，行不行？他都生下来了，生下就死了，反正早晚得死，就连我就给他掐死得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天父希望生下一个儿子掐死一个，生下一个儿子掐死一个，是这么回事吗？那么真有人这么以为的，生下来就啥事没有了，我不想让上帝使用我，我不想得奖赏，不想得冠冕，不想得荣耀，不想与基督同作王，是不是啊？奖赏爱给谁给神，我不要。你说这个人信仰有没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奖赏爱给谁给谁。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不但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，不是光信有神，是不是啊？还信他能赏赐的寻求他的人。主是不是能赏赐人？好，我先看，干没干净？你现在是不是干净的？有没有罪的？没有罪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结果努力，弟兄姊妹努力结果，是自己结果的吗？真正结果的是不是藏在主里面？对不对？藏在主里面是结果的先决条件，没在主里面他是不能结果的，你自己没办法结果的。现在自己努力结果多不多？咬牙切齿，跺着脚呀，使劲多结果呀。还有一位在梅河口，在吉林省的通化市的梅河口
那有一个教堂，我进去了。进去，一个女的在前面讲道，在那台上夸夸其谈，在那讲，她也没有什么道理，道理一听我就够了。你猜她说什么？弟兄姊妹啊，你们怎么不长呢？快长啊，快长啊！这句话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对？你看谁都知道这件事，只要真正明白救恩的，他都知道神就是什么。他下来，我说姊妹啊，你刚才讲道的时候，你说叫弟兄姊妹长啊长啊，这是圣经的话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说，栽种的在乎人，浇灌的也在乎人，生长的在乎神。你怎么叫弟兄姊妹自己长呢？那生长在乎神，你怎么叫弟兄姊妹自己来？那长得快，长得快。他说我说了吗？我说我没，就没给你差的，没给你录上。我要给你录上，完了给你看看。我说你这个对救恩的不清楚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弟兄。我说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这些听道的人。你别对不起我。我是很少上的教三字会堂里去听道的，那一天随便去听听，就出现这种现象，错不错？错在哪里？就是栽种的在乎人，浇灌的在乎人，生长的在乎神，对不对？但人越位了，也不栽种，也不浇灌，但要求弟兄姊妹自己才能生长，错没错？错了，错了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今天这样瞎眼的领路人多不多呀？多，都叫弟兄姊妹长。那你看看长在乎谁？是不是弟兄姊妹？休息十分钟。